就请您欣赏由郭德纲、邢文昭为您带来的相声《背书》。我觉得比刚才人又多了，哎，谢谢大家，无以为报。没有这么大的能耐，能耐不小了。今天上午10点一过，就有观众到了。没错，来占座。哎，哎呀，没有这么大的能耐报答大家，心里边不落忍啊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叫邢先生一死，以谢天下。啊！哎，我还点头呢，我还。老先生随和，哎，没这么随和的，没。大伙儿不太清楚，哎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啊。对对对，认识的居多，嗯，但是有新来的，有必要介绍一下。哦，相声界的老前辈，谈不到。邢文昭先生，哎，是我。自幼学艺，师承单口艺术大师刘宝瑞先生，那是恩师，从小学徒。对对对，单口对口说的多好，都会，为人和善，哎。大家可能不知道啊，我的老师侯耀文先生，嗯，想当初小的时候刚出道，就是跟邢文昭先生合作一起表演相声。对，现如今这么些年过去了，他落在我手里了。哎呀，真是！对于我来，对他们也讲是父一辈子一辈啊，我该着哄他们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文革以及种种原因，邢先生离开舞台一段时间。对对对。但是后来呢，又回到了相声表演队伍当中。对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应该。其实当初啊，这个老爷子太低调了，哎，否则话有很多机会可以成名。谁想到当初他跟侯耀文是一场的？谁想得到？想不到，想不到。另外，当时很多机会他都放弃了。哎，曾记得1960几年啊，北京大兴西红门镇准备成立曲艺团，嗯，招收邢先生作为学员。后来又答应毕业之后可以做演员队队长，嗯，月薪40余元。邢先生，嗯，回绝了。我是得回绝我。多少年后想起来，心里边还是隐隐作痛的。不至于。那天跟我说过，嗯，曾经有一个发财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。哎，这发财啊！但是我拒绝了。嗯，事情过去后，我追悔莫及。哎，对。倘若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啊，我会对那个村长说，我愿意。我呀，我见骨头了。倘若上天非让我自己定工资的话，我希望是50元。我就值这点钱呐，老先生啊，老前辈啊，这就前辈了。从98年，嗯，我们排大型相声剧《升官图》开始，对，邢先生加盟我们后台，对对对，从那儿开始历尽了寒暑，哎，老爷子付出了很多，应该的。今年已经是70高龄的老前辈，对对对对，70岁，哎，70、73，不。70哈，哎，66过了，哎，对，70高龄，哎，每天一趟一趟往这儿跑，嗯，这趟道不近了，对，老爷子也不会开车，嗯，坐车天也挺苦的，对，不容易。后台这几位老先生呢，他们都是同学，哎，邢文昭、李文山、王文林、张文顺，嗯，这四个人是同学。你瞧瞧，他们小的时候还念过一段时间的私塾。哎，对，这没错，那是有这个。嗯，因为张文顺家里有点钱，哎，对，请了一位老先生，嗯，把这四位都搁在一块儿。哎，那个年头那个学校不像现在似的，嗯，1年级班、2年级班、3年级、4年级，哎，对，那阵儿没有。没有，真没有，管多大岁数，嗯，全搁在一个屋里边，哎，就跟现在村里那学校似的，一个老先生教，哎，对对对，多大都有，嗯，7岁的、12的，嗯，多大的都有，哎，学的书也不一样，是吗？五经四书，嗯，什么三字经、破解信，嗯，念这个，对对对，您赶上了，哎，赶上了，我们没赶上，是啊，你说念书的时候，啊，嗯，学房里边热闹极了，是啊，嗯，多大都有，嗯，念的书不一样，嗯啊，捧着书摇头晃脑。而且念书据说有一规矩，什么规矩？头一话准得是得说哎呀，哎，嗯，没有这哎呀说不说话了，是吗？比如说摆这事儿，嗯，哎呀，赵先生你呀，哎呀，找我找我，
北就挨压，也不是谁给定的规矩，没有这个说不话呀。哎呦，一到念书这书房里边这热闹啊！哎呀，赵家村里哎，人之首性本善，阿婆的妈准。学房里有一看词儿啊，念完了之后就得背。对，每到背书的时候是孩子们最害怕的时候。哎，对，真那样。那会儿那老学究也厉害，嗯嗯，打人呢，嗯，手里拿着戒尺，嗯，不听话来过手来，啪啪啪打手板。对对对，哎，这一说念书，张元帅念书，嗯，张先生站起来了，嗯，来来。赵念了，看我演说了，听张元顺给你念的啊，对，来吧，张先生，比如说啊，摆件事，嗯，来，哎呀，找我，嗯，哎，孙子，嗯，哎，你呀，钱呢？啊，就是啊，钱都花了。跪着去，嗯，找一墙角，跪着还这模样了还。李文山，嗯，李文山，对，李文山来了，来了，吓我了，喂，嗯，孟子见梁惠王，哎，他这深点儿，嗯，哎，孟啊，哎，子啊，哎，燕啊，也这样，哎，梁啊，嗯。凉了，穿着那是，跪着去，也跪着去了，来去了，这边老跪这儿，哎，跪那儿了，王文林，哎，王文林，你了，对，蔡老师，这有点意思，这个，没错啊，哎，飞，飞啊，飞，大学知道，嗯，哎呀，大呀，哎呀，学呀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嗯，你知道什么呀？就知道什么呀？也得跪着，也得跪着，你瞧见没有？也得跪着。来，文山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有点意思，这都跪下了，哪有意思？全都得跪那儿了，你瞧见没有？徐文正，嗯，该你了。还有我呢，还。这背书，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啊，这老师，我跟您商量了，嗯，我别背了啊，我直接跪着吧。你呀、啊，不像话了，我。好容易给他捧回来，跟他这么损我骂我，不用，我给他再找个人去吧，欢迎别人。哎，李文山，哎，文山，文山。哎李先生，我有什么问题？我是这说话吗？我学呀，我模仿您。哎呀，我模仿就我是吧？哎，成了，我也不打算学好了，学你们。得了，您不学这个。隆重介绍一下，哎，北京相声大会，北京德云社中流砥柱啊，李文山先生。哎呀，是我老前辈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相声前辈艺术大师王世臣先生的高徒，哎，李先生，没错，从北京宣武说唱团退下来的，哎，嗯，在相声界也是摸爬滚打了一辈子，哎，这应该大书特书，怎么了？李先生住的远，哎，远点，住在洋房那儿。对了，到北京来这一趟，老头不容易啊，哎、道上多难走，嗯，他上张家口比上北京方便多了，哎，那边不堵车，是不是啊？对。说实话了，哎，对，天天的一趟一趟往这赶，说良心话啊，心里受不了。哎呀，不图名不图利，后台要说缺钱，这老头掏钱来、哎、给先生。哦，没有说因为这场说少了、嗯、不高兴，没有啊，人家来一趟油钱多少钱？对，又涨钱了。你看。我说话啊，别逮什么场什么啊！我这是心里话啊！不下场来四个保安给您打走，我救不了啊！不是，咱没说别的，老头有钱，哎，他也舍得花啊，确实舍得花，在昌平那儿啊，我们前两天拍戏，上李先生那儿，哦，前后院七亩地，对，老头自己的，嗯，你们知道有电视剧《大宅门》吗？啊，说的就是他，哎，不，那不是那抱狗丫鬟。后来岁数大了，这样的啊，成了，年轻时候好看。
看着呢。这个老头有钱，嗯，也舍得花。哎，俺小孩们散了吃饭，咋不能啊？老来吃饭去。我是这味儿，愿意花钱，哎，而且会活着，哎，不像别人似的舍得花钱啊，嗯，有舍得花钱的，有。刚才邢先生就舍得花钱，就他带着咱不能说。老头说实在啊，这零钱凑够一块就不破了。太节约了呀！啊，那钱都穿在肋条上，花的时候拿老虎钳子往下蹬，动一动杆都疼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他可没走的，在这儿了吗？在这儿旁边听着呢。啊，我说的是王仁英啊。搅和你，别搅和，搅和你，这人缘都报进这儿了。人呐，无论是有钱也好，没钱也好，啊，关键一句话，有一个好的心态。哎。这是最主要的，没错，花钱也是如此啊，也会花，不能胡来。对，这老头就行，老头会花钱，哎，计算着花啊，该吃什么了，什么东西下来，这季节，比如说螃蟹下来了，吃，对，买螃蟹吃，嗯，啊，什么好东西下来，准吃头一口，哎，保证自己身体，对，营养跟得上，嗯，平时没事出去旅游去啊，玩去，那天问我的，那个泰国现在好去吗？去啊，去吧，我得上泰国玩一阵呢。对，人家说泰国是男人的天下。这么大艺术家好乐，徐德亮，没有道理吗？得了吧，就拜张文顺啊，挺好。去了，去了，上泰国去了，家里都惦着，老伴儿惦着，孩子们都惦着。对，你这走了有一个月还不回来啊？一人在外，有人照顾没人照顾呢？担心。那天回来了啊，北京下飞机，风尘仆仆回家啊，屋里就准备好饭了，嗯，大圆桌都准备齐了，对，酒菜齐了，孙男弟女都等着。嚯，老头回来了啊，赶紧吧，一进门把箱子一扔，没说话，来着老伴儿，走，咱俩上礼物，哎。领老伴上礼物啊，来了，孩子下话怎么了这是啊，去趟泰国学坏了这是，嗯，都跟过来趴着门缝往里看，呵，老头来，老伴来上床，上床啊，来上裤衩上床，拿过被子把脑袋蒙上，你看看我新买的夜光表，这想歪了吧，你现在是一个高尚的人，哎，这真叫你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不能这样啊，哎，不能这样，你老往那儿领啊，我就锻炼锻炼大伙儿，哎，会花钱，哎，闲着没事跟王林啊，老们俩出去玩去，哎，我们俩经常出去钓鱼去，嗯，对，河边钓鱼，哎，弄个烤炉，俩人弄半只羊跟那儿烤，哎，好吃，嗯，宰个二锅头喝，哎，你看也高兴，高兴，城里头待着闷得慌，哎，找一旮旯，嗯，山清水秀，远远的花香小溪潺潺，对，多高兴啊，好啊，晚上不回来啊，跟那儿住，文林，今晚上弄一帐篷睡，对，行吗？哎，有点意思。坐这儿吧，啊，高兴，这玩一天了，喝完酒啊，把帐篷支好了，哎，睡觉吧，钻帐篷里睡觉，对，半夜醒了，呵，去睡觉吧，多舒服，好啊，安磊，安磊，你看这满天星斗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啊，真是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，老这句，还有意思，你们帐篷丢了。会花钱，这就这么花钱的，会活着，哎，知道吗？你看这普通别老头，在我楼上待会儿，楼底下坐会儿，哎，身体不好，哎，心情不好，人哪就是，就花钱这事儿来说，无论分文还是百万，都要掷地有声，哎，该吝啬绝不能慷慨，该慷慨绝不能够吝啬，这话对，钱得花在刀刃上，哎，该花必须舍得花，是，有的人对钱不行啊，啊，对钱的这个掌握分这么几种人，哪几种？人财主、财奴、财烧，什么叫财主啊？财主，比如说我穿这条裤子呀，啊，14000美金买的，嚯，不少钱了，14000买条裤子啊，穿在身上啊，嗯，出去了，走着走着累了，嗯，不管地上有土没土，有泥没泥，这台阶上脏不脏，蹭一下子，我敢坐那歇会儿，哼，没有考虑这裤子多少钱，没想过，累了我先歇会儿，好，我能够支配这笔财富，我是财的主人，这叫财主。哦，那么还有什么呢？有财奴和财烧。财奴呢？财奴啊，就是咱们俗称的看台奴。
哦啊，过去来是有这么一种人，嗯，把钱看得比命都重。哦，挑一挑大粪从门口过，他也得尝尝咸蛋儿。对，没这人，就是这样。哦，乡下土财主居多啊，有点钱舍不得花，都存起来。哦，居家多少人，三十来口一块过日子，天天顿顿饭吃粗粮啊，趁多少钱不吃白面啊？那粗粮大锅巴掺糠掺麸子，呵，马都不吃，他吃这个。哎嗨，你蒸一锅啊，扔出去把狗砍一跟头，二楼掉下来把孩子砸哭了。啊，上飞机这得托运，这算凶器啊！哎，你琢磨琢磨多厉害吧？啊，这也太抠了，弄一大筐搁在这儿，啊，全家人吃，还是咬半天，把牙都崩掉了，吃不下去。柴米，熬一大锅菜，白菜帮子，舍不得买，上外边捡菜帮子去。哦，洗不洗吧，做不做吧，拿水煮，抓一大把盐，齁子憋。到搁油的时候，老头自己搁，怎么了？香油罐子，啊，有根筷子，筷子头里放一老钱，嗯，一放一钱油。一钱油，咱们说的那个一钱油啊，是一个老钱的油，蒯出来往里一和了，紧跟着往过一杵，这就拿回去了。哦，大年初一打半斤香油，到年底下一腰改一斤四两了。哎啊，带着一瓶水去，嘿，这么大财主吃饱了喝足了，闲着没事啊，出去捡马粪去。哦，你别跟他趁钱，背着筐拿着叉子捡马粪。哦，要说喂一泡马粪啊，从大兴能追到固安。哎啊，回来坐车花二十啊。他走了，家里人不听他的。哦，头子他啃大饼子。嗯，这是假的。哦，给老头看，老头一出去上班去了，捡马粪去了。嗯，家里人行了，刀勺乱响，吃吧。哦，肉山酒海，嚯，想弄什么弄什么。等老头回来，这儿都弄好了，他不知道。啊，可有这个时候啊。嗯，做着半截饭没熟了，赶上老天了。嗯，要下雨，这怎么办呢？老头要回来，瞧见这屋这样，非自杀不可。呵，有办法。怎么办？你瞧闹天，弄两捧黄豆扔在门口，你甭管了。不是这干嘛呀？待会儿老头回来跺脚骂街，怎么了？趁多少钱你们这么糟践我呀？啊，一个个捡吧，都捡完了，里边午觉都睡醒了。嘿，好吧，这招也够损的呀。也是他呀，财奴。还有一种是财烧。什么叫财烧啊？身上不能搁钱啊。啊，身上带着钱，这人算死了，要了亲命了。戴口袋的，比如说啊，啊，揣着200块钱，怎么办？哪儿心里不踏实？哦，我今儿带着200块钱，嗯，要了亲命可别丢了去啊！掏出来破案，干嘛呢？数数，不是这200块钱数这么半天？一毛一毛的，嘿，好嘛，数揣着啊，走着走着，哎，不行，还得数数，他还带着，吓死我了，哎，还得数数，嘿。隔来隔去啊，说好了，啊，一会儿碰见熟人了啊，您挺好的啊，等我没事，等会儿我数钱。啊，一摸兜没了，丢了。头年的非典差点勾回来，嘿，他就要了亲命了，我的天哪，我搁这兜了。嗨，哎，这不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吗？一个礼拜这200块钱花不了了。啊啊，搓成白纸了。嘿，还烧。所以说有钱要学会怎么运用。哎，这点李先生好，因为李先生是从穷日子过来的。对，最早他也没钱，没钱，吃上顿没下顿，屋里边那房子千疮百孔，赶上下雨算要了亲命了。外边小雨，屋里中雨；外边大雨，屋里暴雨。有时候雨实在太大了，全家人都上街上背雨去。哎，嘿。太惨了，老太太有病啊！这是那会儿您年轻的时候啊，老太太，我们得叫奶奶。嗯，天天到晚的咳嗽，咳了咳，止不住。对，没有钱请大夫，哪有钱的？想来块点心，丫要咳嗽，买不起。哦，没钱，来块绿豆糕，没这钱。对，老头出去半道上，捡一大皮包，火打开一瞧，里边都是钱。哎呦，半夜12点发财了，嗯，陡然而富，转眼富家翁。嗯，李文山一拍胸脯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，先想起孝母来了。好，给老太太买点心，应该。那个年头一过晚上就都关门了。对，没有点心铺，没卖的。这儿亮着灯呢，进来一瞧，六必居，嗯，卖酱菜的，说来吧。20斤咸胡萝卜，20斤水疙瘩，20斤酱黄瓜，一盆黄酱，一盆酱油，不，拿车拉家去了。嚯，妈，起来起来，快点吃点心，来快点啊，吃点心，看你吃，吃吃酱萝卜，吃酱黄瓜，往下咽，整个咽胡萝卜吃。哎呀，咸的咸忘记了，来两口黄酱，来来来啊。呼一嘴黄汤啊！哎呀，文山，我咽不下去，不要紧的，怎么办？酱油，拿酱油冲冲啊！哎呀，滚滚滚滚滚，这盆酱油灌下去，老太太不咳嗽了，好了。
齁死了，对了，去你的吧，你缺德不缺？你照这我也没法给你量。喂，文林，有点意思，来来来。王文林老先生啊，老前辈，不敢当，有点意思。为了今天的演出啊，老爷子还特意烫了烫头。我有点亏心，亏心。老前辈，谈不上。老先生，哎呀，不敢当，了不起。有什么了不起？您的老恩师也是刘宝瑞先生，对，他的父亲是相声艺术大师王长友先生，对。住哪儿穿头？中国相声界谁不知道王长友啊？那倒是，哪有不知道的去？哎，多大的能耐啊！嗓子不好，哎，有点哑，是，可有一样啊，听他老人家说相声，二分钟过去你就忘了这哑嗓子了，对，完全被他带到相声里面去，是了不起的好能耐啊！是，可惜去世的太早了，是，如果活到现在啊，我们能多长些能耐，哎，多得点东西。王先生去世的时候啊。文林老师也是赶上个尾巴，他当时不在家，对，出门演出去了，是接了电话，老爷子不好，赶紧回来。当时哦，王先生眼泪哗哗的啊，父亲要没了，对，噔噔噔噔噔噔往医院赶、啊，来到医院扒着玻璃一瞧啊，老头跟里边抢救，外边都是家里的亲属，就短他呢，是，这是大孝子，赶紧看看，扒窗户瞧瞧，嗯，瞧瞧你爸爸跟那儿，一帮大夫跟这儿正抢救呢。你看，咱也不懂得医学手法是吧？抢救嘛，很先进那阵来说，很先进抢救啊！老头一回头，看见王林在房子外边，我眼泪下来，喊他让我进去，见最后一面吧。嗯，大夫心说够呛，这人不好抢救。嗯，进来瞧瞧吧，进来瞧瞧吧，看看老头有遗言吗？嗯，噔噔噔噔，两步到跟前儿，三步当做两步走，两步当做一步行，到跟前儿，站在床边这眼泪哗哗，拿手扶着父亲，你有什么事儿您告诉我吧，啊！快说吧，老头啊，脸色都白了，说不出话来，拿手指比划，要笔要纸写东西，是一琢磨肯定啊，有遗嘱，纸笔拿过来，老头划了了几笔字之后，夸一下子，一翻白眼儿，一代相声宗师王长友先生去世，王先生趴在这哇哇的哭，外边亲友都进来了啊，料理后事吧啊，都弄完了，换好衣裳，把老头手里攥这张纸打开了，嗯，一看上面写着什么，躲海我氧气管子了。死了，要没他还能活。派出所向这来问来，我没好意思说这事儿。你这么大岁数，把弄走不合适，知道吗？开玩笑，别开玩笑，相声很多都是编的，哎，就刚才这是真的。这也是编的，也是编的，对，也是编的，假的。哎，那是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哎，俺你们爱信不信啊。啊谁得让人家信了？老爷子好脾气，哎，观众一提说，有点意思就知道是王先生，没错，哎，可乐啊，老爷子有意思，特别好啊，没事坐一块喝个酒啊，啊，聊个天什么的，是挺好，曾经也做过生意啊，也干过买卖，干过生意，嗯，有一段时间相声不景气，得吃饭呢，是上个老下个小，尤其是把他父亲害死之后啊。也没什么钱，做买卖吧，做买卖吧，啊，干一买卖，啊，那阵就所有钱都搁那儿干生意，干什么？那买卖干到今天了不得，那是那是八几年，对，八几年末，对，在六环以外，嗯，六环外大楼，七层楼，大霓虹灯啊，请的北京最好的厨子，北京饭店的，谈的菜，嘿，请了好几个大厨子到那去，连服务小姐都是退下来的空姐，嚯，你都那了那么大个，漂亮旗袍，旗袍的气都开到嘎。我俩门帘子，那见客人客，这客人都看看是吧？是吧？不是不是周到是吧？还周到，见客人都很客气，来，您这，哎。
就说这意思啊。但王先生叫大伙儿，咱们干嘛跟别人不一样，哎，来了必须要有食欲。对，谁打着过婆婆要食欲进来，那他得想吃。大霓虹灯几个大字儿啊，王记大茅房。茅房啊，厕所呀，开着厕所呀，不是我干到今天了不得了，这摊不是您倒说清楚，这饭店是茅房，茅房啊，不是这可两头的事，不是是是这意思啊，是茅房，茅房开的茅房，开的是茅房，茅房茅房带厨子，带厨子，这茅房带厨子啊，管饭呢，管饭，茅房还管饭，你看你看，年头都忘了，不是都忘了，七楼七底哦，大买卖啊，哦、一进这一楼啊，啊，正当中匾挂着，范增给写的，听雨轩，哦，小便池，啊，客人来小便上这一楼，哎，交钱两千，两千，鞋泡头两千，知道吗？叫韩锦，叫听雨，哎，听雨轩，听雨轩，交钱拿卡。正当中有大屏幕，嗯，哎，客人往这一站，啊，服务小姐拿遥控器，啪，这开始放投影，哦，请选择，画面出来了，嗯，王文林啊，李文山啊，邢文昭啊，张文春，各式各样的啊，哦，比如说，比如说客人点，啊，王文林啊，我要您这个啊，老头精神啊，张了嘴，哈哈哈乐，要这个，要这个啊，选择好了啊，给拿到后边去，按着您这脸啊，一会儿的功夫出了一个模型，哦，那以您头型为标准做一小便池。都安得了，这您瞧瞧，哎，带着这边来客人站好了，啊，开始冲着这王先生脑袋撒尿啊！背景音乐这就开始给了啊！巴拉拉冰雹的山花儿挡，冲着锣传来远山欢，风吹个雪铃铛啷啷响。谢谢光临，下次再见。有两句就得，有两句就得。哦，你想啊，谁尿就有一单间儿，啊，是吧？我也喝不了一单响啊，就是这么客气，我这还客气呢，知道吗？这是一楼，一楼啊，哦，有的大方便一点的呢，二楼，哦，二楼一上二楼有扶梯上去，自动的，正当中啊，紫檀的一个九龙壁，哦，上面有诗啊，哦，脚踏黄河两岸，手拿鸡鸣人剑，前面这一件雨，后边一面闪电，这刘炳森给写的，刘炳森写的，哇，是吧？俩就是这一拉就是几天，不一样，哦，有五千的，有六千的，不一样，七千的，哦，待遇不一样，是普通的五千的，一推门进来，啊，这间休息室，啊，里边这间工作室，啊，你看工作室，工作室有那个蹲便，有坐便，有撅便，啊。有趴便啊，趴便趴那儿，趴不行不行，啊，要趴着可没劲。不不，趴这个你还得单花钱，趴这个趴便单加一千块钱，你这算行为艺术啊。这屋工作室啊，敞开拉随便，哦，拉美了算，不管不限制啊，嘿，随便拉，完事外屋休息室，知道吗？这有床，什么都有，嘿，电话啊，菜单子、菜谱，为什么预备厨子，对吧？哦，你想花六千块钱上这儿来，你舍得拉一回就走吗？你不得续上吗？是吧？是不是？哦，哎，有菜谱，各种口味的，想吃什么给您现做。是，买什么干大了。好啊，你全世界没有，没有，就老王就有这个啊，就我开的缺德门，啊，就是。这一般人去舍不得，像后台徐德亮那个，他舍不得上那去。是，你像他吃盘炒饼三块，他舍得两千块钱让他出来吗？是吧？是有钱的啊，找有钱的，对，哎，那不行，来几个有钱的，哦，啊，来几位，趁钱，嗯，啊，头天晚上打牌赢了，哎，赢了十几万，嘿，咱来吧，请客吧，啊，路过这咱们这儿吧，啊，王家大茅房，啊，这消遣一下吧，俩人进来了，享受，啊，服务小姐过来，先生您好，嗯，大便啊，啊。没这么消费过哈，多少钱呢？有五千的、六千的、一万二的。哦，俩人琢磨，拿泡屎别太过费钱了啊，五千的吧，出出一万块钱来，拿牌带俩人坐扶梯上楼。嘿，好了，您这屋您那屋啊，啊，掏钥匙，钥匙找不着了。这么长时间没开业，没人来，哦，钥匙找不着了，警察受不了，快点啊！快点，哇，快点，憋不住了，快点，快点。
你别着急啊，先生，你有日子没开，这不是，你快点啊。嗯。你不能进屋了？怎么？啊，俩人从裤腿都出来了。不行，一个弄一地，弄一地，我还打你呢！花一万块钱往肚子里边装啊！上来四宝，大伙打一块，木甩的满屋都是屎啊！官司打到派出所啊，警察很客气啊，哎，您别急，您几个出去办院干嘛出去？拿水管先呲他们去。冲干净，小王先生，请别干了，哪儿别干了，买卖倒了，钱都赔了，赔了之后，王先生心情很郁闷。那是，你这么些钱都糟您这儿啊，干点别的不好吗？就是，是不是心里很难受啊？每天出去有一段时间，醉生梦死，哎，吃喝没有吃喝足，知道吗？王先生是正义的人，大伙儿不要瞎想。是，小酒馆喝点酒，哎，解解自己心中的愁肠。慢着吧，最多了上舞厅去玩会儿去，哎，找那黑灯舞会。黑灯舞会啊，一探头这不行，这屋里没灯，不能去。有时候回去了，哦，外边坐着看报纸。是，黑灯舞会这不是好事。是，也就是您能坚持住了，我别人谁也得上这当。是，现在也有这地儿啊，啊，挺大一大屋子啊，不开灯，对，这时候跳，净这个啊啊，去了跳，搂着跳，搂着搂着上犄角旮旯搂一会儿去，一会儿灯一看呀，老公是你啊。那工厂的女工去了跳楼着，搂着搂着搁黑旮旯了啊，搂一会儿一会儿灯亮呀，厂长娶一团女演员也让跳，搂着搂着旮旯了啊，一会儿灯亮呀，团长就这个，就这么寸。哎，我们后台有好这个的，有好这个，谁亮啊，李菁啊，都好这个，李菁好这个，李菁一进这地儿变态哦，他进这个长头套哦，弄裙子穿女的进去，搂着跳，搂着搂着跳一会儿，把灯一开啊，娘，怎么是你呀？这男的说话了啊，有点意思。我啊。